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, trying to forget, but I won't let go.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羚羊科技的 Longson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我们羚羊新推出这个 4.6T 的 AI 的 SOC 哦。我们这是一颗 C3V， 啊 ，4.6T 的 AI Vision 的 SOC。那主要主打的就是有四路的 Camera Input 加 4.6T 比较强的算力啊。那这是一个开发版 ，OK， 方便 Linux 的使用者可以直接上面开发 Linux 跟 AI 模型。好，那我们现场有两个 demo 哈，这边这个是适用在无人机上面的那种三光系统啊，那这边是一个热成像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RGB camera， 那下面同时放两个模型，然后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一次跑四个模型在 real time 里面的算力是非常足够啊。然后再来这边是一个 DMS 的 demo， 那结合俊奎的一个模型微缩技术，把DMS 的行为侦测跟这个语言大语言模型同时在这个 H 端去运行哦，那不会有任何的延迟。好，那可以看出来我们在 H AI 的这个 C3V 的算力是非常的足够。OK， 谢谢。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,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.